当时都谈恋爱是不是很爽的，你一定要有给这个客户有这个感觉。房地产的人，你要知道这样东西，在客户里面，我们房地产是一对一的，一定要有相信度的。这个名字是你要建立起来。做很多人房地产，他觉得到我要果果房地产，你不可以多也不可以快，好像当时那种谈恋爱是不是很爽的？你一定要有给这个客户有这个感觉，你要用我们叫做啊，很多时间去教导，很多时间去安排给他的事情，关心他。你要做销售，就要用这一个的思维。今天MCO 他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没有人可以带领他，他要一个身边很爱他，因为他只是要找一个可以信托的人。今天你讲你卖不到房地产，我觉得你先问他他的经济处怎么样，他现在目前需要些什么东西，给他一个我们叫做交易关心。你有那个第一个开始，就是想我对了你好，你会去介绍给另外一个人，像你所有做的事情完全都是因为了他。可是如果来讲，你讲我对的好，因为我要卖他东西，我只要成交，你是不可能可以成功的。第二，我们的 model business model 我们要改。当你有这些粉丝他砸到了，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一个 online 的方式来去做。 online 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当他一看他是专注，他没有看他会有专注。这个的新的趋势你一定要学，要是没有的话，你的对手学的话，我担心你就给人家淘汰掉。